什么，我要去上台，我要去学游泳，中文能压但是爱看舞，还不是你为我打你手，我要给他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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别发了，别发啊、有一次我们在就酒店里睡觉，然后王源从另一个房间过来叫我们，然后就一直就叫我们叫不醒，然后说讨厌。你是哪？我拿 A B 券，然后王源好意思，我还有一个两手，想为什么让你手这样上一下？然后你就直接放这张过来，等我为什么？我送的礼物也还短，就是啥？那是你给我的，不信任，不爱，不喜欢，不爱护啊！就是给我吧。我不用上大学，我上蓝翔，我上新东方，还有助学批。啊！这段节目我们也要播出去啊！以后他如果没上蓝翔，没事。什么？我要去晒太阳，我要去学游泳，冲浪板要单手来扛，还不是因为你喜欢阳光男孩。要我可能有特别的倒数方式都可以评论。哦，我们虽然我的 iPad 不能显示，但我看。谁想要？不要！我们是一家，我们是一家。等一下，给我一个好看的，你希望的最好看啊！谁想最丑的？我不要好看。谁想最丑的？谁想自己最丑？别动！别输啊！喂，是谁被抓了呀？没有，真的没被抓。啊！天哪，吓死我了！哎，好啊，待会跟你联系啊，待会。好，一会儿联系啊，拜拜。他说谁都没被抓。喂，你在哪？我挂了。你挂了？啊，你们想吗？如果可以的话，最后来救我，我挂。有任务，我一定救你啊！好。坐起来，你要对我好一点。我觉得要撒一张月饼。Yeah.